摩的用户年底突破160万人，明年冲破200万关卡指日可待。中华电信特别邀请吴念真导演及世界球后戴资颖担任代言人。那一个这个台湾的偶像啊，跟世界球后啊，那两个也一起来代言，这个应该会非常有可看性哈。我们家本来就一直都是 MOD 啊。那我自己都是以体育频道跟卡通为主。双代言人也提前炒热明年接踵而来的重要运动赛事，除了由艾尔达独家带来的世界羽球巡回赛，还有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足球赛，更是全赛事转播。我也把这个世足赛的这项这个播出呢，视为是一个有力的武器。48场的小组赛有。11点以前有超过80%都是11点以前开踢，然后呢，16强淘汰赛之后呢，有快60%的赛事其实都是在12点以前就开踢完成，所以我想那个时候全台湾风势足应该不用像上一届这么爆肝，而且可以把全台湾的赛事整个炒热。届时世界杯开闭幕表演及全赛事艾尔达都将完整播出，除了 MOD、哈咪 Video 及艾尔达 OTT 都能收看，明年再一起重温世界杯的感动。艾尔达电视综合报道。